三聯、中華、商務是聯合出版集團旗下的書店，是國有資產，由中聯辦迂迴持有，最近引發爭議。陳萬雄曾經出任聯合出版集團的總裁，五年前退休。他覺得用政治的眼光去看中資書店並不公平。我自己看到這些，我對自己覺得很不憤氣，因為我對我花了很大氣力，我覺得我和一班同事做過很出色的貢獻，為什麼你們用這樣去看我們的努力？至於會不會因為政治原因令到一些被視為敏感的書籍不可以在三中商上架，陳萬雄覺得書店有自己的立場，不足為奇。我覺得全世界都有每個從商業甚至他的相對的立場去選擇，我不覺得是香港，不覺得是中資，全世界都是。你試下 去英國寫一本反英女王，你上上上到街。李達寧是一間獨立書店的老闆，開書店是希望令到市民可以接觸到不同類型的書。如果我們看歷史，三中商本身就是一間國企，而且是很久歷史已經在香港運作，背後是有政治意圖的。當然你可以說，喂，你可以去其他書店買，但是他已經有八成的銷售是在他那裡，即是說你和八成的銷售網絡是斷絕了的。翻查政府物流服務處的資料，過去十年香港公共圖書館港澳出版的中文藏書，三聯連續四次中標，合約金額達1.5億。而聯合出版集團旗下的另一間公司新民主出版有限公司，就負責供應公共圖書館的部刊和期刊，近五年合約金額加埋最少有2000萬。嘅企業的確好大，其實，所以我話佢因為個企業，因為一啲商業上或者非商業因素嘅優勢，所以做到咁大，然後佢就可以利用商業上嘅理由去進佔好多位置。星期日晚播出嘅《經緯線》，走到獨立書店、出版社、發行商，睇下行內人點樣睇最近三中商嘅爭議。